新年快乐！新嘅一年你哋有咩新嘅愿望呢？今年我好幸运能够亲身嚟到尼泊尔，睇到啲贫困小朋友佢哋嘅需要。其实佢哋嘅梦想好简单嘅啫，有饱饭食，有书读，有干净嘅水饮，有爸爸妈妈锡。但系呢啲梦想似乎对某啲小朋友嚟讲，似乎系遥不可及。我鼓励你哋同我一样成为助养者，每日只系需要8蚊就可以为呢啲小朋友带嚟好多好多好多希望，同埋带嚟好大嘅改变。新嘅一年，不如由一个祝福开始啊！你都成为助养者啦～